宝宝在五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玩不输了，每一本都可以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可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，促进听觉。它的颜色鲜艳又很丰富，可以刺激宝宝的视觉发育。还有每本书上动物的尾巴颜色材质都不一样，不仅刺激宝宝的触觉感知，还能锻炼小手的抓握能力，撕不烂咬不破，材质安全水洗不变形不掉色，可以放心给到宝宝啃咬哦。